冠军空投落在加速带上，猜一下会发生什么？这期是前几天粉丝发来的疑问，问我空投落在加速带上会不会被加速带给挪出去。要想让空投落在加速带上也太难了吧。小猴子灵机一动，冠军空投好像可以完成，不过决赛圈在跑道附近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所以我打了好几天，胜利好几次才遇到了合适的条件。一起来看看会是什么答案。好吧，空投落在加速带上了，不过丝毫未动啊。那载具冲刺的话能不能撞开它呢？试一下看看。我去，这空投也太重了吧，撞了好几次都没有反应。不过答案已经有了就好。哦对了，你们谁遇到过雪人空投落树上的呀？有幸见到过一回，猜一下如果把雪人打爆，空投还会不会挂在树上？看一下答案。还好掉下来了，不然待会都不知道怎么捡。好了，我是南美小猴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，